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众苦逼迫呀，因为他这么穷啊，这就是苦苦。可是苦苦啊，他在想在这苦苦里边呢中一个马票啊，得到头彩，所以他啊，我去和转轮王去化缘去了啊，他就要来一个好像说爆冷门啊，中马票啊，中头彩呀、啊，本来自己不预备中了啊，中了这叫爆冷门了啊，他就要向这果王去化缘去。他说了，唯愿仁慈啊，我现在呀、啊、就愿意这个转轮圣王你呀、啊、大慈大悲呀、啊，特吹经念呢，你呀，个别的要对我呀，吹怜而精明我，啊，可怜我就是，你要可怜可怜我，啊，舍此王位啊，你把你这个转轮圣王的位呀、啊，布施给我喽，啊，移山于我，啊，好啊。用它来呀、啊，养我这个生命、啊、我当统领寿王福乐呀，你把这个王位布施给我，我呢现在做转轮圣王，我替你呀、啊、来统领这个四大部洲啊，享受王你所享受的这种快乐，这种福报啊，你们各位想一想，假如你要是做转轮圣王的时候有这么样一个发狂的人来向你呀、啊、化缘，叫你布施给这个转轮圣王的位给他，你会不会布施啊？在这个地方啊，应该回光返照，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能这样啊？有的人就说了，哎，那个经上所讲的是只是讲而已啊，要做转轮圣王了，谁又能舍得？因为你舍不得，所以你就做没有做，不能做。假如你要是能舍得的话，你也就会做转轮圣王了。就因为你那么艰贪，舍不得转轮圣王的那么富贵的位置啊，那么现在呀、啊，才没有这种的地位。尔时菩萨作是念言：一切荣圣亦当率先于率先时，不能福更饶益众生，国今亦应随彼所求，充满其意，作是念已，即便自知而无所悔，是名外思。就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有人来呀、啊，请这个转轮圣王啊，把他这个转轮圣王的王位布施给他，这个时候
这个菩萨做事念念，这个转轮圣王也就是菩萨，他就这样想的，一切荣盛的，说是啊，这个荣华富贵兴盛的时候，必当衰歇呀，一定会有一个衰败终了的时候，歇就是停止的啊，这荣华富贵呀、将来都会没有的。于衰歇时，要是等到啊，这个荣华富贵都衰歇了，那个时候不能福更饶益众生，等到那个时候啊，再想布施也没有法子来饶益众生的，就是啊啊，借着啊现在的福啊，能利益众生。你要是等没有福的时候你再呀、不要说利益众生，连自己都不能利益了，不能饶益众生，连自己也不能饶益了。所以呀、我今一应随彼所求，我现在呀就应该呀随心满愿，满足了这个来求我布施王位这个众生的愿啊，随彼所求，充满其意，我随心满愿呢，满足他这个求愿啊，我这也是，这是利益众生。作诗念已呀，他呀这样想完了之后啊，即便思之，即可呀就把这个转轮圣王布施给这个众生了，而无所悔啊，布施出去了还三轮体空啊，也没有一个能死，也没有一个所死，中间也没有一个能受和所受啊，那么这三轮体空，所以啊而无所悔，是名外思，这个就是啊外思。所以啊外边的啊国城妻子都可以做布施，这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啊，所以你们各位都不相信啊，要相信的人就可以行这个菩萨道，不相信的人那么等一等，将来再行这个菩萨道。我们这个佛七啊是很多人啊，比以前打佛七的人多，今天晚间呢我数一数啊，有40多个人，有43个人。那么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不怕辛苦来念观音菩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第一次。你们谁参加这个观音期都是 number one first，他们要不愿意做第一啊，所以他们就没有法子来参加这个观音期。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方居士从香港呢也赶回来正碰上这个观音期了，这足见这个方果悟啊对这观世音菩萨是有缘的。本来他不想来啊，他因为有两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啊在这照顾他，
但是昨天到这儿看一看，昨天晚间呢在家里就睡不着觉了，一定要到金山寺来参加打这个念佛七。那么他在家里头是在越南有十几个工人啊，在那儿来做这个主人啊，开汽车的有两个啊，做花王的又有两个，洗衣服的有两个啊，做饭的有两个，都是啊，什么都是两个两个的。现在到金山寺来跟着受苦来了，所以他的女人和他的丈夫都很不高兴啊，但是他自己一定要到这儿来。那么这是这个方国务居士昨天从香港回来，那么还有这个台湾这个曹太太曹居士也是啊昨天来，今天呢也来参加打佛七，他家里也有很多工人也不需要受苦啊，那么今天呢也到金山寺来借一点苦光借一点苦光，这都是啊吃师傅的亏了，有这么一个苦师傅，所以啊就到这儿来受苦可是啊我们各位要知道，受苦才是了苦，享福啊是消福你受得苦中苦才能成菩萨，菩萨就是要苦的苦尽甜来，等啊成佛的时候就不苦了。那么现在啊行菩萨道都要苦一点，那么各位能受苦，将来呀那快乐也就是永远的了，这是啊忍一时的苦将来得永远的快乐。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吴宗耀的妈妈，这个白头发的老太太现在85岁了但是啊他把他儿子说服了许可他出家落法。你们各位想一想，这么老的年纪，那么其他人不会收这么一个老徒弟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老徒弟更是这个佛教里头多一个宝贝。云何为菩萨内外师，佛子此菩萨入上所出轮王位，七宝具足，王四天下。时回有人而来白言，此转轮位王出已久，我未曾得，唯愿大王舍之于我，并及王神为我臣仆。在前面这个经文所讲的内司外司，内司就是头目脑髓，外司果成妻子。你现在这一段文是内外司，云何为菩萨内外司，这是啊发问，问这个怎么叫做菩萨的所修的
内思外思这种法呢，请问佛子，功德林菩萨，又恐怕各位菩萨呀在那入定，所以他就称一声啊，说各位佛的弟子，此菩萨入上所说呀，这一位菩萨啊，他也是啊年富力强啊，身体相好庄严，和上边呢所讲的是一样的。处轮王位，他也是啊正在做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金轮王位七宝具足，他的七宝也是啊啊圆满具足的。王四天下，他也王于啊四大部洲，十回有人。在这个时候啊，他正做金轮王、金轮圣王呢，就回者有这么一个人呢，来到这儿啊，回来考验他，而来白言，他来对着这个金轮圣王啊，就说了，说呀、啊。此转轮位王处已久，说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王位呀、啊，你做这个转轮圣王已经很久了，我未曾得，啊，我呀、啊、从来就没有做过转轮圣王，唯愿大王舍之于我，我现在呀、啊。就愿意大王你呀、啊、把这个转轮圣王的王位啊布施给我，送给我，舍之于我，并及王身，不单呢、啊、你这个王位送给我，你大王你这个身体呀、啊、也要布施给我啊，为我臣仆，为我做呀臣下，为我做奴仆。那么如果你要舍得满我的愿呢，这真是啊大菩萨的行为了。二是菩萨作是念言，我身财宝即以王位，即是无常败坏之法，我今盛壮，富有天下，昔者现前，当以不坚而求坚法，作是念矣，即便思之，乃至以身恭亲作从，心无所悔，是名内外思。以转轮圣王这样子富贵，可以说是有才有势。那么有人来向他画这个转轮圣王的地位和他所有的财富和他自己的身体，来给他做这个奴仆，甚至于床座，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一位菩萨就作是念念，他就这样呢观想了，这样说了：我身财宝即王位，说我所有的这个身体内耳头目脑髓，外财外边的财宝，金银琉璃玻璃车具吃猪玛瑙，和这个我这个转轮生王的王位，系是无常败坏之法呀，这个都是无常的，将来呀一定会败坏的，不能永远呢存在的，这个是啊败坏的法，是不久远的。我今盛壮啊，我现在在这个年龄啊还健康，正在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富有天下，我的富贵呀、啊、天下都是属于我的了啊，天下都是我所有了。七者现前，现在呀由这个来向我呀祈求这个财富和王位，这样的人现前，当以不坚而求坚法呀，我现在呀应该用这个不坚固的这个身体和转轮圣王的王位和我所有的财产，而不是给这个人呢我求这个坚固的法，求这个不退转恶堕落三藐三菩提这个法，做事念语。他做这种的观想之后，即便死之，即可以呢就把这个转轮圣王的王位和他的身体和呀他所有的财产都布施出去了，一点也不留了，乃至以身恭勤作后，乃至以身恭勤呢、啊、以自己本来是个转轮圣王位啊，现在给人做奴仆做工人了，那么恭敬而啊殷勤的来承侍这个转轮圣王，做后把这个布施之后心无所悔，心里啊也不后悔，心里是名内外寺，这个呢就叫这个菩萨的内也寺外也寺，内外都不是这种法门。那何为菩萨一切寺，佛子此菩萨一入圣所，出轮王位，七宝具足，王赐天下，时有无量贫穷之人来诣其前而作誓言：大王名成周文十方，我等亲方故来至此，无曹金者各有所求，愿蒲吹辞令得满足，施粥贫人从彼大王回其国度，回其妻子，
回去手足血肉心肺头目水脑菩萨事实信作事念一切恩爱会当别离而于众生无所饶益我今为欲永舍贪爱以此一切必离散物满众生愿作事念已细节思于心无悔恨以不与众生而生厌见是名一切思说功德林菩萨说完了啊，这内外思之后又说这个一切思他说什么叫做大菩萨的一切布施呢佛子啊，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我现在告诉你此菩萨一路上说这一位菩萨也和前边呢那个内思为外思内外思啊那个菩萨是一样的处轮王位也是做金轮圣王七宝具足王四天下一个样的时有无量贫穷之人呢在这个时候啊有很多很多啊不知道有多少那么多的贫穷的人来意其前来到这个转轮圣王的面前而作誓言就说了说大王名成周文十方啊说大王你这个布施啊好布施啊你这个慈悲的善名啊遍闻十方啊广博到十方世界去周遍十方啊周文十方我等亲封故来至此啊我们呐、啊、这些个穷人就是钦佩你这种啊布施高风啊这种的好的行为故来至此所以啊俺们到这个国家来了无曹金者呀、啊、就说是啊俺们这一般穷的人呐、啊各有所求每一个人呢对你都有所求愿普垂慈啊愿以大王你呀、啊、普遍慈悲呀、啊、对俺们啦令得满足令俺们啊都是啊随心满愿施诸贫人这个时候这一些个穷人呢、啊从彼大王就是从这个转轮圣王这儿啊回其国度回者呀、啊、就啊叫他给布施啊这个国把这个国度啊他布施给他回其妻子回者呀、啊、要这个大王的妻子他的太太回者他的儿子回其手足回者呀、啊、其他这个身外的财还不算又要其他身内的财啊，手足血肉血呀和肉心和肺啊，头目水脑这等等菩萨事实这个菩萨呀在这个时候啊啊，心作事念心里就做这种观想说一切恩爱会当别离呀、啊说呀、啊、这个我所爱的这个妻子啊国度这我所爱的会当别离呀、啊、等一等啊就都要分别要离开了而于众生无所饶益
可是离开了对众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益处啊。我今为欲永舍贪爱，我现在呀，我愿意，因为呀，我愿意呀，要把这个贪爱都舍了它啊，以死一切必离散物，以这个将来呀，一定要啊，离开我的这个财物，就是啊啊，你有多少的财宝，死了也是两手空空拿不去的，必离散物，满众生愿的，我满足啊这一切众生的愿了，作是念已。他这样想了之后，细节私语啊，他都给这一切的穷人了啊，把果度也给了，妻子也给了，自己的头目脑髓也都给了，心无悔恨呢，心里啊也不生悔恨，一不与众生而生气厌见，也不会呀、啊、对这些个贪心的众生啊来生一种厌烦呢、啊、来轻慢他们，轻看他们，是名一切事。这个呢就叫菩萨的所修的这一切都要布施的一个法门。哦，还要翻译那个报纸呢，报纸份青年法师，我在香港呢认识这一位法师，他这上说他帮助僧伽连联谊会呀，说就是我做这个僧伽联谊会的理事长，那么他帮着各处跑跑啊，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嗯，他现在在台湾呢，先跑了，现在又有肉身出现，所以啊，修行，用功修行呢，年纪轻、年纪老都可以成道。那何为菩萨过去时？此菩萨闻过去诸佛菩萨所有功，闻已不着了达非有，不起分别，不贪不畏，一不求取，无所依，见法若梦，无有坚固，欲诸善根不起有想，一无所以，但为教化取招众生成熟佛法，而为演说又复观察过去诸法，是方推求多不可得，作是念已，于过去法必定即得，是名过去词。云何为菩萨过去词？那功德林菩萨也又自问自答，说怎么叫菩萨过去词呢？啊，下边这个文就答复了，说此菩萨闻过去诸佛菩萨所有功德，说、啊、这一位菩萨他听见呢过去的诸佛过去的菩萨所有修行的功德，闻已不着，他听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着住到这功德上，了达非有啊，他明白呀、啊，你要不执着了，就一切非有啊，一切功德也是空的，
不起分别，他不在这个过去诸佛过去菩萨这个功德上啊来生分别，不贪不畏，他也不贪着这个功德，也不啊玩味这个功德，玩味啊就是啊总想一想，他也不想一想，一不求取，他也不啊发愿求取过去诸佛过去菩萨所有的功德，无所依倚，他呀没有所依靠啊，没有所依赖，见法入梦啊，他呀明白这一切的法好像啊梦似的，无有坚固，他不坚固，一切法他连个体都没有，怎么会有坚固呢？所以本来是空的，于诸善根不起有想，他啊自己所修的善根和过去诸佛菩萨的善根啊他都不起有想，不着住，一无所以，也不依赖这种的善根，但为教化取招众生，因为要教化众生，所以呀、啊、就取招这个众生成熟佛法，想令众生啊成就佛的果位，圆满菩提，而为演说，而为这个一切众生来演说这个佛法。又复观察啊，这一位菩萨他又观察了，观察过去诸法，过去一切的法，十方推求啊，乃至于啊推求到十方世界去，都不可得，也没有这一切的法的存在。做事念已啊，他做这种的观想之后，与过去法呀，对于过去的一切法毕竟皆舍啊，他什么都不着住了，什么都啊不留恋，所以都舍了他，是名过去死。这个呢就是这个修行十无尽藏这个思藏的里边这个十种思啊，这过去思。云了何为菩萨未来思，此菩萨闻未来诸佛之所修行，了达非有，不取于相，不辨恶王，诸佛国度，不畏不着，以不厌，不以善根回向于彼，一步于彼而退善根，功德林菩萨说完了前边这个过去时，然后随着又问是什么叫做大菩萨的未来故事呢？下边这一段经文就答复了，说此菩萨闻未来诸佛之所修行，而这个菩萨听见未来的一切诸佛所应该修行的横门，所修行的横门，了达非有，他明白呀、啊、
这一切法呀都是空的，所以了达非有，不取于相。他呀对这个诸佛，未来诸佛所修行的，他不只着这个相，不只着取于诸相，不别乐往生诸佛果度。他呀不会呀在自己的果度又愿意啊升到其他的诸佛果度去，不畏不着，他也不玩味啊这种呢诸佛所修行的法，也不着住诸佛所修行的法，一不生厌。那么他不着住，不欢喜，不贪求，是不是讨厌呢？啊，他对于诸佛，未来诸佛所修的这一切的横门，他也不生啊这个讨厌倦的心，也不生讨厌的心，不以善根回向于彼，他也不用啊自己所修的善根啊回向给啊未来的诸佛，就是啊一切一切都是啊不着住，一步于彼而退善根，也不会呀 啊因为诸佛所修的善根自己呀 啊想啊这诸佛所修的善根是很呢不容易修的，自己呀就因为困难呢而推迟这个善根的退失菩提心，长勤修行未曾费舍，但于因彼境界舍取众生，未说真实令成属佛法，然此法者非有处所，非无处所，非内非外，非近非远，佛作是名，绕法非有，不可不舍，是名未来死。长勤修行，为什么说这个菩萨他不退是他这个善根和菩提心，就因为他长勤修行，长是不间断，永远的勤，勤就是精进，勇猛精进，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呢修行，修行一天呢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觉得啊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所得，就不修行了，就停止了，那就不是长期修行。长期修行就是啊从最初发菩提心乃至于成佛，中间呢时时刻刻就勇猛精进发大菩提心，来修行啊六度万恒，
未曾废舍，就在一秒钟的时候也不会呀、不精进，也不会呀、懒惰，叫未曾废舍。废就是停止，舍就是放弃了，把所修行的横门就停止而放弃了，就是不修行了。大欲因彼境界，他就是啊，愿意因为啊这一切众生的这个境界，舍取众生来呀、舍取众生，就好像用那个细铁石细那个铁似的，这个菩萨就是一块细铁石，那么众生啊就像那个铁，把他们都舍来了，舍取众生。为说真实，菩萨呀说法是说真实的法，令成熟佛法啊，令一切众生啊就早成佛道，成就啊这一切的佛法。然此法者，可是啊虽然说用法来教化众生，然而啊这个法这非有处所，并没有一个法的处所，这就是啊不要只着这个法，非无处所，还不要啊啊你既然不执着，说把这个法也不用了，啊这也不是，也不是啊不用这个法，就是啊随缘说法，遇到这个境界就说这种法，没有这个境界呢法就空了，就说法的时候也不是有这个法，也不是有所指照而说法，非内非外，这个法也不是从内里头生出来的，这个法也不是从外边来的，要这样的想，就是不止超，非近非远，这个法也不是在近处有的，也不是在远处啊，那么佛作是念，那个菩萨又做这一种的观想，是绕法非有，说是啊这一切法不是真实的，本来是寂灭的，寂灭就是没有，这个法非有，假设这个法要是啊本来没有的，不可不舍，本来没有为什么又要执着这个法呢，这个法应该舍的，应该把它放下，是名未来死，这个呢就是这个大菩萨所修行的这个未来的布施法。今何为菩萨现在死，此菩萨闻四天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前边讲这个未来死是啊已经说完了，那么功德林菩萨又自作问答，他说云何为菩萨现在死，以前讲的是过去死，
未来世。现在什么叫做大菩萨所修行的现在这个布施法呢？那么下边他就答复了，说此菩萨，说这一位菩萨，他闻呢四天王众天，四大天王就是啊持果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等，这四天王众，这四天王啊，每一个天王又率领着有无量诸天，那么又有三十三天，那么三十三天就是道理天，梵语翻译过来叫三十三天，三十三天的天主，在过去生中啊是三十三个女人共同啊发心来修理一个已经破坏的庙，所以这个修庙的功德升到三十三天，作为天主夜摩天，又有啊天叫夜摩天，嗯，三十分天都算托天，就是这个知足天，在这个每一位佛将要啊成佛的这个时候，在这个都率陀天呢，这等着等着候补佛位。